这是一款数显的密封性测试仪，这是咱的主机。液晶屏呢是记录时间用的，右侧这个呢是咱一个压力表，一个数显压力表。分流的管插好之后呢，点击启动键。到达压力之后呢，数显压力值呢会变颜色，自动保压、自动补压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到达设定压力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一个倒计时，十秒之后呢会有蜂鸣声提示，然后呢自动泄压。压力到达之后呢，就是时间到达之后呢，会自动泄压。好，这样呢就实验完成。